嗨，你好 ，Simon。今天呢是从广州去深圳送两只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什么表。一只是旧款的渐金黑劳力士的热宠，还有另外一只是一个41的绿色恒动。那现在看一下还有多久到了？还有一个小时。那到了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说。那现在豪士恒动的行情呢？41跟36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6万多。然后还有一个31的豪士恒动呢，是一个5万多而已。现在这一只呢是一个全新的。那现在表友是非常紧张啊，他又要上班，所以我们要掐点去，然后就直接送给他，然后就马上就走了啊，然后就送另外这一只渐金黑了。哎，咁啊，依家嚟到深圳，这里是深圳最大的一个电子批发市场，是华强北。那这个地方呢是表友选的，他说他这里有个劳力士的专柜，那我们就进去专柜那边，他接个表带，走。还是需要截一截。专柜还挺多热门款，这些都是可以试的。现在表友这边，哇，这就好很多，看一下上手还是挺时尚的。好，合作愉快。慢走啊。那刚刚跟表友已经弄完了，然后其实这一个是属于一个劳力士的这个地区的一个专柜，它不属于一个服务中心。然后刚刚看了那些柜面，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热门的运动款，然后我是带一只拉近一点，江诗丹顿4500绿黑盘这一只去劳力士专柜的，他也没有异样的眼光看我了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它公价是172000，然后现在二手就不到16000。那说回正题，就先吃个饭。来到我身后这个皇冠假日酒店了，然后就等这个渐金黑的表主，尊敬的劳力士表主，然后来取这个表。然后刚好有一个意外收获，因为刚好有个表友知道呢，我来深圳，然后他就把这个黑猫送过来给我，也刚好收了这一个，这个是意外收获，等会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一只意外收获呢，是一个21年的帝舵黑猫计时啊，然后这一款整体的成色，因为表友他这边啊，跟还有表扣这里都是贴膜使用的。整体的成色还是挺不错的，那么二手的话2点多就可以拿下了，那全新的话就3多点就好了。那在等渐金黑的表主，那我们说一下渐金黑的最近行情是怎么样。这一个是旧款的，大概是9多点就好了，18年、19年都差不多这个价格。那全新的话是去到，因为公价现在已经涨到12.2万了。然后全线是也是一公价几千块这样子就可以拿下了渐金黑。那表友就拿走了那个渐金黑，然后看一下他留下了什么，大家，他留下了6只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2只金工，这些是小表，他说能卖就卖，就回回血这样子。然后一只天梭，然后比较重的就是这一只，126334，劳力士，还有一只海马300黑钢，还有一只康卡斯有一个全新的钢带，然后今天的一个成绩，还有一只帝舵。今天的工作量呢，就是送一只绿恒动，一只渐金黑，然后意外收获了一个帝舵，还有这6只表。其实这6只表呢，就是表友想寄卖回回血的啊，就用来补一下他那个劳力士嘛。之前他也是一个资深玩表人来的，所以今期视频就到这了。然后感兴趣的告诉西门啊，有什么行情要西门说的，就跟西门说。然后这一期视频就到这了，这一期嘛，拜拜。